老头，在干嘛？在洗米做饭呢。我来，我来做。我来，我马上要去上班了。你不去不可以吗？不去谁养家嘛？你这几块钱工资够啥用啊？又没什么钱了。我这个月好歹也拿了800块钱。800块钱够啥用现在啊？我省吃俭用，应该够我自己用。你自己用跟我们呢啊？我不去上班，你顶得住啊？小孩呢？那说的也是。我倒不想让你去上班。我不去上班吃啥？怎么办？你有什么想法是不是？我想要你帮助一下你弟弟。得帮他怎么帮嘛？拿着你的优势嘛。我有什么优势啊？你优势一大把嘞。说说看嘛。你的强项。我现在强项不就是卖了几年水果的事情。对啊，对水果稍微内行一点，比你们强一点就是。我要的就是这个，你最起码你知道那些品质呀，对不对？口感呀，是不是哪个可不可以呀？有什么想法说一说。我倒是想要你不要出去，离我们又远。我倒是想跟你弟弟一起干，帮助一下他。唉，我也不知道，现在我也是比较迷茫啊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晚上吃什么菜？今天下午？今天晚上吃个毛豆，家里冰箱都关掉了，就是毛豆啊。就因为现在没收入，冰箱都不敢用。我等一下还是去买点，看一下有肉没有，买点肉。算了吧，就吃毛豆吧。哎，就吃毛豆。现在赚钱不到，难省则省。不是还有鸡蛋吗？一人煎一个鸡蛋，加个菜。别说的这么苦，没有那么惨的。是，我跟你说真的，你帮一下你弟弟怎么办？现在我看我兄弟现在也是比较迷茫的阶段，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帮，要不什么时候商量商量，看一下怎么弄，可以吧？嗯。因为现在大家都迷茫了，不是光我们迷茫，大家都迷茫。现在出去连没钱去见，我们现在就不见嘛，对不对？也是暂时不见。啊。这个要好多钱，不是一点点钱能建起来的。其实今天也有一个老板跟我说，他想投资。他想投资，投资多少钱？他说了没有？他说了，他20万。投资20万，我们这个出去就是投资建起来了，我们也看不到收益在哪里啊，怎么给人家回报啊？是不是？我们能敢要人家的钱吗？是啊，我们就是现在是很迷茫，不知道怎么，人家也投资，不知道怎么去回报。您投资了肯定要一点回报，对不对？变现不知道怎么去变现，是吧？所以也不敢收人钱。有老板说要投啊，关键不知道怎么变现呢。今天发的视频，好多评论说出去要烂尾楼了。烂尾怎么算是烂尾？只不过是暂时没钱建设而已，因为建出去不是一点点钱，要好多钱来建的。这暂时不建。啊，还有好多评论啊，说的真的不好听，说你楼楼呀，又骗人家这个骗人家那个。不会骗粉丝家里面的钱的，是吧？我兄弟我自己清楚，他说怎么会骗别人的钱，不可能的哈。如果暂时没钱建，暂停一段时间，看一下怎么把钱搞出来自己建设也行，是吧？
你别想那么多，总会好起来的啊！嘴长在别人身上，人家爱怎么说是他们自己的事情，是吧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自己强大了才是真的强啊！靠别人也靠不住，别人要怎么说是他们的事情，是吧？我们左右不了别人，但是我们能左右自己的思想和心理啊！做好自己，比什么都强。